天，大概有半天。我的真正不知道。时间到了吧？你真皮呢哦！啊！你是没好好做。他怎么可以这样？是吧？那你就死啦！那钱拢骗来的。从早起就开始甲电哦，早就惊出来了。电？你敢遐电？这简单。你敢真正想要？小高高的，我看不掉。好，好。哎，给，夹好啦。谢谢。啊，不好意思。我问你，你是不是跟那个村子一直保持联络？拜托你帮我来问这啦，我讲过啊。你们在说哪去？也袂行为成家啦。看你目睭啊，在咧做啥生意啊？啊，我今麦来问你一挂资金问题。啊，对，我拄好就好。我问你，去台南边个代志是咪你叫的？哎，对，是那边的啦。啊不知道，是不是？不知道，是不是？拜托，是不是？我才刚过来哦。最后一次机会给你，这次会较久，最后走入黑帮。大难的事是不是你做的？不知道，拜托，不知道，我来开门走哈。
先生很细心呢。哇，分家分手。听讲伊不是一个大太监，阿卡没来看。听说大女儿嫁得很远，所以啊，都只有小女儿来看她。哪里啊？身份证拿出来，超市来了啦。不知道。哎，你们老板很常来哎。我都一尴尬，唔知摆去呢。我最近上街这种的呢。哪有？哦，那四家比两个来啊。哎、欸，哥啊，来了，叫过去啊。可惜啊，没啊，叫过去好不好？这只单是动物园抓来的，不是好意的啦，市民哦，我被熊先生了啦。我写出啰嗦呢。对啊。不客气。哎、欸、嘿，讲好的代志莫忘记哦。好啦。哎、啊，记哦，唔好放鸟啊。等等阿爸哦。拜拜。哦，你这朋友做要拜啊呢？嗯。还好吧。那下次唱歌你要不要起来？你们酒席才交给他们去哦。哦，
你检查柜足重的呢。检查柜，检查柜是怎样？检查柜哦，就是你皮较臭啦。我跟你讲哦，我上讨厌检查。为什么你讨厌检查？我自细汉就听阮厝人咧骂警察啦，等阮母仔咧睏，对面问讲警察伊家杀，阮姊也嘛讲吼，遐警察拢衰啦，笨手。反正做警察就气，就是这样。警察班就超讨厌啦，你记不记得有一次，那个有个条子跑来我们店里，说我们妨害风化啦。然后要看我们单，结果小文穿个三点四，露个大咪咪，冲去警察那边跟他说：“我这样有露奶子吗？我这样有露奶子吗？你们看游泳池那边，大家都这样穿。”结果那个警察连他胸部都不敢看，数啦，就还不是开了？对啊，插头就是插头啦。啊来啦！吃饭，来吃饭，吃饭，来，阿东，啊，你想，哇，这高中同学啊，高中同学，哦，这里是风声老风的，这个老师，什么东岛风这个啊？哦呦，我乖啊，你想，高中同学，真假的？行行行，来，帮你，帮你。要金箍你的摆线，行。怎么办？杀人啊！她男朋友劈腿，砍了一刀。啊，没有啦，没有啦，啊，没有嘞，啊，你改名被存聊天了，啊，只是去看电影，看电影，你高中生，这新来个朱丽姐，朱丽姐，来个灌醉，滚开，你灌醉，灌辣椒水了，灌掉了，灌掉就好。不过你敢唱歌啊？没有，有没有？微博上有没有？啊，下面罩杯，罩杯了，真的没有，学长，你头有没有伸进去？没有，那学长没有，没有。没有，要来，要来，哎，前辈，卡阿姐，你们叫我搞什么集团啊？卡阿姐，犯罪啊，前辈，安怎会这么做代志？对啊，你是靠背哦，那假扮是可能犯规哦。啊，是啊，那算了，我直接就袂歹哦，卡住啦！我今日买单，快点啊！